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我是你们的博主吴亦凡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在赛道出发的路上，刚刚出发上高速，然后有条高速封路，然后就是有一些绕路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2小时49分钟就到了，现在时间是美国时间的5:25，我们预计8:14就可以到，然后就开始今天一天的漫长的赛道时光。对，因为这个赛道太远了，早上8点钟要到，所以本来是休息日的唯一一天休息日，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早起的一个拼搏的一天，因为我每天都需要拼搏的去奋斗，为自己热爱的事情而加油。OK， 到那边再说，我先休息。打开腾讯新闻 APP， 搜索节目名称，看更多精彩内容。